国乒多年的一个传统。到目前为止，自己并没有过多去对自己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去设立吧，更主要还是希望自己在这个阶段能够去体验或者去享受赛场啊。当然你在赛场上不可能完全这么放松的心态啊，所以也希望自己能够试着去这样把平时练的或者之前过去没有体验过的这种感觉，在这个周期能够去体验一下吗？